雪白头，有几度春秋，曾许下的诺言已泛旧。踏过繁华浮生，不求修行尽看透，如人心已贪婪，便从此无所求。刀剑冷眼风中，何问侠骨为谁留？宝钏冰霜为酒盅，此别一别就如何？少年归去成舟，竹篱桥头，避开江天锦绣。烽火狼烟风沙，横刀立马震天下。刀剑冷眼风中，何问侠骨为谁留？宝钏冰霜为酒盅，此别一别就如何？今朝知己一杯酒，一君看桃花，不问世间几多愁。这下陨星宗就群龙无首，等同歼灭了。混蛋，你居然敢杀我宗主，我等于你不共戴天。你们宗主明明是碧涛阁主杀害的，我只不过是帮了个忙，让他从此尸骨无存罢了。如今两宗宗主已死，我便可以在这九州只手遮天了。天火宗弟子听令，杀光陨星宗！是是，杀杀杀杀杀杀！啊！咦，那边怎么变得这么安静了？他们杀了阁主，估计现在正在瓜分碧涛阁的宝贝。最好他们分赃不均，能够再打起来。冰雹宗主，陨星宗弟子已经全部铲除。很好，留下一部分人追击碧涛阁残余弟子，其余人随我攻打陨星宗沙门。是。只差最后一步，这九州之地便是我天火宗的了。刚收到消息，陨星宗宗主已死，弟子全灭。碧涛阁的，你们现在投降，我还能让你们做个杂役，否则的话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兄弟们，给我上！夜雨还能坚持吗？你快撤掉阵势，带他们先离开，这里就交给我。不行，你们的灵力早就耗尽，此刻只有我还有一战之力。他们现在虽然士气高涨，却反而是他们最大意的时候。可恶，要不是碧涛阁的地箱被毁，我们也不至于被这帮家伙给逼到这个地步。等一下，地香、碧云峰，那就赌一把吧。希望那里阵势还有残留。有把握吗？聊胜于无。哎，大宝，得商量是吧？是，那是说什么呀？任凭他绞尽脑汁，今日也是在劫难逃。就是现在，快走！不好，所有人追上他们，别让他们跑了。糟了，这里的阵势我启动不了。要不跟我去渡着吧，我队肯定有办法。别担心，肯定不止这一处有阵势。来，束手就擒吧。大家赶紧往前跑！夜雨，
你们赶紧离开，我试试启动阵法。玉宇，若是失败了就赶紧撤，我们不能再损失任何人了。盟主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成功的。赶紧撤离。就一个人，你这家伙莫不是因为实力太差被抛弃了？没错，我是实力最差的，但对付你们也足够了。别轻敌，这小子如此嚣张肯定有问题，故弄玄虚罢了。赶紧解决他，然后再除掉碧涛阁的其他弟子。杀杀杀！这地上阵势，快撤！啊！救命啊！这不可能！碧桃阁的地上阵不是都被磨灭了吗？这只是一个开始，迟早会亲自找上天火宗，让你们血债血偿！我的个娘啊！被那帮混蛋给追了这么久，累死我了！不好，有敌人入侵。不是敌人，是我。我回来了。夜雨，太好了，你终于回来了。让你担心了。夜雨，外面情况怎么样？还有其他弟子逃出来吗？我摆脱追兵后在附近查探过了，天火宗弟子都已经离去了，只是这一路上我都没见到其他碧桃阁弟子。那就是说碧桃阁就剩下我们了。碧桃阁本不怕另外两宗联手，若不是莫无伤破坏了阁内的地象阵，现在连阁主都牺牲了，碧桃阁是不是真的就这么亡了？碧桃阁不会亡，碧桃阁还有我们。不管是真眼教还是天火宗，只要我还活着，我就绝不会让他们继续安稳下去。夜雨，你快住口！真眼教的大事远比你想象中更加可怕。真眼教坐落在九州之外，被龙凤呈祥的天地大势包围，三千里山河成龙，三千里烟霞成凤，聚集这么广阔之地的灵气，那得是一个多么可怕的阵势。我知道大家都很难接受，但就凭我们现在的实力还远不足以报仇。难道这样我们碧涛阁就坐视不管了吗？我们应当从长计议，现在报仇啊，无异于以卵击石。这是阁主的空间器。你想干嘛？你快把空间器给我，我需要他。夜雨，你是我们的希望，不能被愤怒冲昏头脑。我意已决，峰主不必再多言。真眼教我现在没办法，但是天火宗我一刻都不想让他继续存在。扫码关注所以文化官方微信，了解更多独家内幕与花絮。斜阳风下迎风沙，几度春秋
江山如画，蓦然红尘已是繁华，缘分几何等你回答。浪迹天涯对你牵挂怎放下，理性肝胆与你四海皆为家，快马江湖争斗无非名利放不下，而我只求与你今生共华。是吧？居然能和叶修影片操作！